命珠的伤害是怪怪的，是给珊娜的。团，那左九在吗？要他？看一下，我要了，可是你在叠不？团，不知道有没有现实。赶快喊，赶快喊你爸来啊！对 ，BC， 来来来。嗨嗨嗨嗨嗨波嘿左九在开台哦，对，在开台哟。啊，果然咬太短了啦，手指流血了。No， 你要看照片吗？不要啦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办？不要不要，缺一个。团团不来，我们怎么不来啊？对啊，我们不关麦，然后在那边。就少团团一个，我们又不能。对啊，这边开麦打嗝，关麦自己讲话，就关麦自己那边。我听到什么鬼啦？你讲什么啦？什么鬼啦？公傻，这样子。太不爽了，觉得很智障哎。啊？什么很智障？觉得很像。哦，对啊。我学的很像，学的很神似。我最近魔爪喝超多哎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申请工伤？魔爪，可以。你拿出你家回收袋给他看，你看我喝这么多，是不是该工伤一下？那你以后喝的瓶子都要留下来。真的。然后我开直播的时候摆在后面，有没有？之前不是有一阵子很常这样吗？有哇，有人这样子哦。有啊有啊有啊，之前 Twitch 有一阵子很常这样啊。就是他们会摆一箱，然后放在后面当背景的。是啊、哦，之前有那什么白叉四基金之类的。白叉吗？白叉，对，白叉四基。然后还有那种饮料的也有。赖他好了啦，问团团让他回来。可是他怎么都在线上啊？他没有变忙碌。你这故意的啊！刚不是说开麦打嗝了？哇！造谣，各种造谣抹黑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偷开麦打嗝进来。笑死！短期建议，我怎么简答不出来啊？没什么。好，开放观众哦！先抢先赢。嗯。看静静要不要玩？玩什么？我没有问静静要不要玩。哦，我的静静来静静。我现在因为有延迟。来了。OK。满了。嗨。哇，竟然满团了。完了，完了！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对，打小了一点，不要打脸。你们先玩。吉利一直哭。我们偷偷赖他打。好。那个、啊、哦，感受性月落林，我要赖床床，哦，吃饭哦，哦，慢慢吃，哦，然后他们三个都关麦，妈回我的贴图在吃东西，我说哦好，我懂了，吃东西，就是回个你俩何勇，哦，这是没删呐、啊，我玩想玩。谁会在我前面呢、啊？唔知呢，要送啥？可是，哎、欸，左九很强哦，他随便抽都可以抽到打赢，打到吃鸡哦。
怕，好猛，造谣什么？不要乱说，那时候带你邀你第一次吧，你直接吃鸡耶！不要乱说。哇哦，没错，没有吗？还是你前了两名？我直接被打爆啊！哪有记得你赢哎？你记错了？没有，我直接被打爆、啊。我不可能记错，因为那次很羞辱，你羞辱我。我尽心尽力操的被你打爆、欸、没有吧，是你啦。欸，尼可邦是有我怎么可能记错人，菠萝佐久呢啊，白痴哦、喔、每次个冲杀啦，这个才对啦，这个不留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原来不是拿尼可、喔，到底为什么尼可跟这谁啦？什么？你到哪？勒布朗的样子长那么像啦？绿绿粉粉的，都是绿绿的头，都头戴绿帽。不要再给我英雄了呀！我想要装备。哇，还真的给我尼克嘞！哇，系魂使者，抓枪！哎、欸，他这好宽哦！啥？三娜那补血啊？不是补血吧？嗯，好，我要蹲低一点了。这刚刚不能做，这蹲。好，直角三角形阵型。我大概知道长怎样。嗨，菠萝。嗨。哇，你们两只的好扯哦。不要啊，你的尼克在直角。我觉得尼克攻击看起来好累哦，被跳来跳去的。哦，你没被尼克打过、哦？有啊，就是被他打过，只会觉得他很累啊。可是没被尼克打过啊，那边假。你知道我就是被尼克打爆才觉得很累，我被攻击的时候他会举手在举脚，然后还会后空翻。真正的不。现在回到了平行四边形阵型。平行四边形。干嘛？看到我的平行四边形了吧？哈？是很多人拿德鲁伊吗？我开场就说我在拿德鲁伊了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是刚好一直甩到这个我才拿的。可是大家好像都没有上二星德鲁，哎呦哎、欸，波波，你怎么就默默的上了素人二星跟数字二星？我刚被打爆了。我素人也二星啊。那你怎么打输我？刚刚连续甩到三四次。哦，我怎么就不小心赢了？害我没有红利息拿。酱油红。不是我。你怎么不大力一点？没办法，力气不够大。
没吃饭哦？刚吃饱。还打嗝。还呛到。还打嗝。还被我自己呛到。哎，晶晶怎么不放在土的上面啊？晶晶啊，他可能不知道吧，跟我一样。啊，他没看你的台哦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啊啊！我满栽。他觉得踩上去有毒吗？他觉得踩上去会流沙吧？踩上就会陷下去。要拿什么呢？是时候。结对了，是谁啊？我恨你。然后每个都讲有没有？晶晶我恨你，杰克我恨你。到底到底是要哪一？你们都不准啦！你们都不准啦！出关之前通通不准。给我拿什么啊？哦，手套。原来是直接看装备了吗？看角色。按什么啊 ？T。哦。摸索一下。好了，这叫做叉叉阵型，放这里。不对，放这里。啊，这场乱玩。看一下你放怎样？这场看心情玩，干嘛？看心情。你那个是要那个吗？下棋呀、啊？吓到了吧？吓坏了！波波，不，波波，波波不见了。关麦吃饭了吧？啊，他不是刚吃富平的？哎、对啊，他卤味。对啊。那等下开吧。干嘛？还是爱吃猫，也不是不可能哎、欸。吃猫怎样？才是逼不得已，只是猫可以吃的地步。你们会吃猫吗？会，我知道。好恐怖哦！吓到他都出声了。收听。No mini try. No mini try. 小雨。try. Hi.哇！我要被波波打了，被一个吃卤味的打爆了。发怒是啊！好啊！好啊！哦，原来是真事，我还把它卖掉。我好吧，算了，来不及了。感觉他应该有要以后要有一个买回来系统，真的刚卖出去可以买那只回来，卖错了可以买回来。好，这个也可以了。好，阵型交换，这个不行，这样玩。大剑，我要大剑干嘛？炫耀。我有大剑耶，你们看。你看，有大剑呢。羡慕吧。格斗手套，
我的玩不成了，有心就玩得成。我觉得我到死都抽不到。